我那儿今天休息，给我带个猪肚嘞，今天准备叫我炒个荷包肚丝，洗一下，烩面，中午这个洗，不要水，还去抓才抓得出来。哎呀，还是我嘞，要着急休息，你那是哪里像那家人嘛？你来洗嘛。哎，没事，你看嘛，要这样子。炸开始出香肠了，家里两个娘娘，我们今天加一个香肠。四川人即将过年都会吃香肠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在做一个荷包腿肚的洗的过程中，我分内入啊。我烩面豆腐。哦，烩面。香肠蒸煮20分钟就可以了。让我把香肠切切，切起去。上一块啊。我让我上一块，没喊你上一块。我老子你只是衣裳。哎呀，好辣人哦！娘娘临汶这走任务，跟我们大家是个腿儿肚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把它火爆完了。这是洗好了的腿儿肚，用水淡了一下。你给我下锅，泡椒味重点。起锅来醋。肚丝脆不脆的关键，炫学炫迈，下肚丝，马上把它捞起来，出去那大型翻跑现场。泡椒、泡姜、调椒、尖椒，鲜辣肚丝嘛。回锅肉里面放啊姜蒜花椒哈，泡椒，豆瓣必须要用红油的。起锅喽！哦，还有烧白，快这哈，快这，就是我们之前自己做的那个哟。你刚刚不是说你戒酒啊吗？我的天哪，刚刚这是五米儿两米儿，这是我亲家哈，就这种。加快回锅肉，蒜米儿的，哇，嗯，但是很好吃。过年香肠配饭啊！哎呀呀，好，好转，来一口烧白。好吃，哎，凉哦。